面看到的是在屏东的盐埔高速交界，滂沱大雨让许多驾驶大呼视线都不清楚了，甚至因为风雨大，在盐埔垃圾场附近还有大型的塑胶袋横挂在马路中间的情形。南部地区从中午过后就出现了明显的雨势，从嘉义、高雄的山区、屏东等等陆续下雨，瞬间的大雨是传出零星灾情。但是屏东下雨的时候刚好在学校下课时间，许多家长等着要接孩子，交通繁忙，也让很多家长说出入会受阻。另外在高雄的美浓呢，因为大风大雨，有机车骑士经过一处广告看板前遭到被吹翻的看板砸伤，这看板直接压下40岁的男骑士背部外伤，但是意识清楚。持续的雨势也提醒民众出入得多注意安全。